昨天逼了一个日本逼的，这是大老师日本选手。他做了一个剑的小翻，后空翻360。失败了，这个一撑地，项链一撑地就是0.8了。本来的分价值就不高。对。本来它资本就不厚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分价值只有5.0。那么尽管他意向就出现了失误哈，但是对于一个年轻运动员来说，我自己认为还是应该接下去，鼓励他能够把后面的比赛完成得更好。